跟我打游戏的时候经常不接我电话，所以我给我家狗买了个电话。妈只要一给你打电话，你就去找爸爸，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睡着了。那咱们试一下啊。啊！老公，给我拿瓶水。水要水。你想报警？打电话干嘛？还带个传话的呀？谁让你不接电话的？我先一会儿再接。然后就没完没了了。你干啥来了？遥控器找不着了。啥找不着了？哎呦我这这个。家人们谁懂啊？嗨，妈妈电话。行，好，传话那个过来来。你是监督员啊？你是？我就搁这看着你啊，杨乐多，你再敢整那腰子，又咋的啦？哎呀，想你了，老公。你在哪儿呢？我过来。好好，下来遛狗了。你干啥？干啥呢？这马上要回去了吗？那你正好在楼下买个饮料。不是，你为啥不直接给我打电话啊？怕你遛狗没手接嘛。也是，走吧，杨哥。